是呀，要，爸爸买菜去嘛，就咋了？你还哭？妈妈给你洗完的衣服给你放好了。来，宝宝们，他帮助我。他帮助我。他帮助你？嗯。帮助你捣乱，帮助你干活，这就帮助你。嗯。来，不舒服。嗯。那边你看，来，都不舒服。他的沙发那儿。嗯。怎么了？他就像这旱烟在这，嗯，行了，宝宝买菜去了，买菜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高兴，拜拜，走了，时间到，我买菜去了。那你一会儿下来吃点菜啊，辣一点就吃好了。嗯，手凉了，吹电风扇吹的，给他吹的都流铅笔了。嗯，咋了？手机啊，就这种了。哎呀，我也感冒了吧？嗯，哦，吹风扇吹的吗？真的棒了，我给你帮他拿走。你下来吃东西了，小姐。好的，姐还能接？嗯呢。喝茶？不喝茶。我下来去。大中午喝什么茶？吃饭。哎。一会儿不接爸爸，你还笑了？哎。哎呀，小姐，你料他害成啥？死上。刚开始。家里面有苹果吗？没有苹果。一会儿出去买几个苹果给高兴放下吃了。拿那个勺子刮刮碎了给他吃。咕噜。高兴，笑一个。哎呀。把午餐都拿下去吃火锅。哎，拿了。啊？小姐，那个吃的，往那。午餐肉，走了，高兴，爸爸先做饭去。米饭也有了。哦。叔叔做饭了，再给我辣汤厉害，一般人受不了这个辣。这是吃饱喝足的症状。小姐，把高兴抱在床上睡吧，就放在这里，坐着睡着了。嗯。刚刚那边睡着的哭的我抱着。抱着就不哭了。感冒了。抱着就不哭了。这风大，你知道，吹得他更难受。这风大，放在床上。等会儿我睡着了，你把他抱过来。跟我一块儿睡。你们两个人睡觉，我俩睡觉，你吃饭。